在2018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，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在谈到格力涉足芯片产业时表示，格力是真的做，别人做芯片股价就涨，我做芯片股价就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真做，企业家最大的特质是别人不做的你要去做，别人不愿意承担的你去承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